好，那么我们第三仪，遍念一切佛乖法性平等理。有人怎么疑问呢？他疑问是这样：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，功德一等，行者普念一切功德，生一切净土，近来遍求一佛净土与平等性乖，云何生净土呢？这个意思说，所有的十方诸佛的净土啊，都是平等的嘛，法性平等，佛道同嘛，法性是平等的。你现在是专弘扬阿弥陀佛的极乐的净土，那么你这个是平等吗？在我们修学的佛学里面呢，我们要知道的，我们要没有分别心，要平等心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即净涅槃，湛然平等。你不要分别，你妄想，你自己产生了妄想分别，这个是不对的嘛。况且全部的佛净土，东方也有净土，南方也有，都有很多佛的净土。那么你偏念阿弥陀佛的净土，有乖平等理啊，而且一切平等的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挑选？我愿意到东方的东方，北方的北方，我愿意念什么佛都可以，佛佛道同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啊？我普光佛也行啊，普明佛啊，净光佛啊，多摩罗跋旃檀香佛，你看我们八十八佛有八十八尊佛，我们都念了，为什么我们单专心的念阿弥陀佛啊？你告诉我啊，你不对啊，这样啊，你没有平等理，你起了妄想分别，你要上西方就要西界，你这个是妄想分别，全部净土都可以上，为什么你就是偏向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？有人这样问的，但是智者大师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呢？一切诸佛时皆平等，但众生根钝，浊乱者多，若不专系一心一境，三昧难成。专念阿弥陀佛，就是一向三昧，以心专志得生彼国。如随愿往生经讲，普广菩萨问佛：十方稀有净土，世尊何故偏占十方弥陀净土呢？专遣往生。佛告普广：缘菩提众生心多浊乱，为此偏占十方一佛净土，使诸众生专心一境之意的往生。若总念一切佛者，念佛仅宽，这心散漫，三昧难成，故不得往生。你不要看清这一百个字里面的内容啊，很容易了解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、啊。其实是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好像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样，你要专一。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；念不专，不生极乐。你要专心才行。如果是你今天念普明佛，明天念普照佛，后天念日光佛、细光佛，天天的念不同一尊佛啊，你这个心不够专一。禅门也有一句话：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你专门念一尊佛，容易成功。你天天的念啊，好像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。我们呢，我们普通学佛的人呢，明天去密宗的道场，后天去禅宗的道场，大后天去拜忏，再大后天是听经，再大后天是去什么什么什么有禅修，天天不同，好像是学习聚会一样。你这样不专心不行的。后天也是听经。啊，听听广东话，听听普通话，啊，这个不行，你要专心。专心这里讲是，如果是你专心一，如我们在娑婆世界里面，我们的外缘外境有多少？我们那个所缘境有多少？无量无边。我们可以见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接触了外界的，接触的境界有多少？
非常多，每一个境可以产生一个烦恼，所以我们烦恼很多的。每一个境界那么境界那么多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禅修？禅修就是把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不要那个烦恼，把所有这个外境都放下，只有一个所缘境，就是我们的必须，或者是我们的所缘境是只有一个所缘境，阿弥陀佛，其他所缘境什么都没有了，把所有一切的烦恼的所缘境改回阿弥陀佛，那个所缘境是专一的所缘境。如果是你把所有的所缘境都不要，常常训练自己只有一个所缘境，你的力量就来了。这个什么力量啊？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向三昧。一向三昧，什么是一向三昧？我们再探讨一下什么是一向三昧。一向三昧也叫一行三昧，这是一心念佛，念佛三昧。我们有一本经《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里面这样讲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入一行三昧，应处空间，舍诸乱意，不取相貌，系心一佛，尊称名字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你不要天天念的佛的不同，你要系心一佛，你专念一佛。不取相貌，不取相貌什么意思呢？不执着了其他的外缘，专称了一佛的名字，随佛方所端身正相，就是西方你就往西方向，能与一佛念念相续，即于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，这个是一向三昧。如果是你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没有杂念，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。但是有很多人说，我习惯了念观音菩萨，我习惯了念地藏菩萨，如果是我不念观音菩萨，好像是我这一天我明天就很惨了，我明天有祸了，明天不如意了，我今天念观音菩萨，我一不念呢，哎呀，我大祸临头了，或者是我好像不舒服，这个是你是执着了，执着了一定要念观音菩萨可以救你，念阿弥陀佛不一定可以救你。如果是念观音菩萨还可以救你，念阿弥陀佛就不可以救你，那么为什么观音菩萨还是帮助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？阿弥陀佛是教主啊，观音菩萨是助教啊。你看念观音菩萨的功德大不大？你看普门品，如果是有人推你到海中，你念观音菩萨，海也变得慈，大火里面火也不可以烧你，有龙蛇猪鬼难，要害你的，你念观音菩萨，他就不，观音菩萨就救你。观音菩萨尚且有这个能力，何况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是佛的能力，不是更大吗？但是，你说很多居士都告诉我，我要念观音菩萨行不行？也行的，也可能你跟观音菩萨特别的有缘，那么你一定念他。那我要你不念呢，那么我就好像是和我可能不对啊。你跟观音菩萨有缘分嘛，但是你不要放弃阿弥陀佛啊。不过经文这样讲，你念观音菩萨发愿也可以往阿弥陀佛的，这就不一。但是很多人是这样的，今天念我们念咒，天天念咒，我不念阿弥陀佛。反正念阿弥陀佛就快要死了嘛，要死的时候才念阿弥陀佛嘛，那为什么我要念阿弥陀佛？我告诉你啊，念阿弥陀佛现在就有很多利益。等一下我没有讲完以前，我就告诉你现在念阿弥陀佛有什么现世的利益。现在我们一直讲下去再讲啊，这个是一向三昧。好，我们继续的讲了。又求一佛功德，一切佛功德无异，以同一佛法性故，为此念阿弥陀佛，即念一切佛，生一净土，即生一切净土。那么可以讲，你刚才不是说，所有佛的净土的法性都是一样吗？相反来讲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也是念其他佛一样，
那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你说不公平呢？那么你单念观，你单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代表你是也是到其他净土一样，这个是平等的吗？平等不是在佛土，是在你的心。你告诉我不念阿弥陀佛，你因为我不平等，平等的这个杂念，平等的这个概念是在你的心里面，不是在净土里面。所以你说我不平等，其实平等的不是佛土啊，是你不平等。那么你分别吗？你说不要去极乐世界吗？其实你到了极乐世界也平等于你到其他净土是一样的。那么所以智者大师就举一个例子啊，从华严经里面举一个例子，一切诸佛这是一佛身，一心一智慧，立无畏已然。又云，譬如镜满月，普映一切水，影像虚无量，本月未成二，如是无碍智，成正等正觉，应现一切刹，佛身无有二。智者是以譬喻得解，智者若能达一切月映，是一月映，一月映子，这是一月的月影，月影无二，故一佛即一切佛，一切佛即一佛，法身无二，故痴然念一切一佛时，只是念一切佛也。那个意思就是，月亮是有一个，月亮引到所有的江河，所有的大海，普现很多月亮，但是其实净土是很多，其实是它的法性是一样的，月亮只有一个法性，每一个净土的法性只有一个，所以你说念阿弥陀佛就如同是你念其他净土一样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讲了，再讲什么呢？我们说念佛不单是往生有利益，你现在有很大的利益。现在有什么利益呢？第一，常得一切天神隐形守护，很多天神守护你；常得一切菩萨常随守护；常得诸佛昼夜护念；念佛之人光明照身，一切恶鬼皆不能害，一切蛇龙毒药皆是不受。如果是你念佛一句啊，你的身光明照身的，这个意思就是你念佛的时候有无量的功德。以前我在一个经典里面看见一个感应的故事，好像是莲池大师的经，莲池大师的文选里面，我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。在明朝的时候，有两会，我们说他贾谊两人做生意的，某贾某谊啊，贾谊两人，他是离开他的故乡到外面做生意，经商了，是他做生意了，做生意做了好几年，其中一个死掉了。那么死掉了，其他另外一个人很悲哀呢？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做生意啊，他死掉了，就写信给他的妻子你丈夫已经死掉了。这个妻子说，那马上回来啦，你带我丈夫的东西回来啦。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人呢，他带他的丈夫他的剩下来的东西就回家乡了。回到家乡呢，这个人就告诉他你丈夫是什么病的，怎么病的，病死了我也很悲哀。那么我们一同去做生意，现在他死掉了，那么我们那个生意也不太成功，你回来了，那这个就是他的东西，我现在交还给你了。那么他老婆就接到他的东西，他老婆这样想，你说我丈夫在外面跟你一同做生意，你现在说他死掉了，带回来的东西还没有什么东西，他这个心里面在怀疑，他可能是你杀死我的丈夫，谋财害命，害死他，把所有的钱都拿掉了，又说他死掉了，我要告你啊！你这样不对，是不是你我丈夫写信给我的时候的身体不是很好的吗？为什么现在你告诉我他死掉了，带回来的东西有没有钱？不过他的生活上的一点的衣服啊，还遗留下来的东西，
那么这个人就说，我没有骗你啊，他是我兄弟一样的，我怎么我骗你呢？你走，我考虑要不要告你。那么这个人就走了，他走了，他的心不舒服啊。我没有谋财害命啊，你看我对他那么好，他是病死的，怎么那个他的老婆怀疑我不应该啊。那么他就很悲哀了，很委屈啊，他就回到那个死的人的坟墓里面就哭了，就哭得很伤心。他说啊，老兄啊，你现在你太太怀疑我啊，怀疑我是谋财害命，我没有谋财害命啊。那么就这样就讲了啊，流了很多泪。后来忽然间他耳边里面有声音讲出来了，你不要悲哀，我知道啊，这样好不好啊，我是你兄弟，就是死的这个人了，讲话了，在他耳边讲话了。他说这样的，你回到家，回我家，我的灵魂附在你的身上，那么我就跟我老婆讲话，那么解释给她听，你没有谋财害命，你没有害死我，不过是我自己病死的，不关你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么好，那么我们走了，回去，马上回去。那么回去到了家，你就附在我的身体，那么我就这样跟你，就跟你老婆讲好这个话，不要她怀疑我。他们就走啦，回家啦，一面走路啊，一面就谈话。人看不见的，死的人怎么可以看见？鬼怎么可以看得见？那么谈话，大家你讲一句，他讲一句，其他的行人这样，那这个人为什么他讲话呢？但是他见不到他，以为这个是傻瓜了，为什么他讲话呢？其实他们两个交谈，一面回家一面交谈，啊，这个两个人就感到有一点好像是怀旧的感觉，是大家，哎呀，你现在你可以跟我谈话了。那么这个伤的人呢？跟这个鬼谈话，这个商人人走到某一个地方啊，他失脚了，一腿绊到那个跌下来了，跌在地上呢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阿弥陀佛，就是一句话了。他这个人跌到了地上了嘛，阿弥陀佛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一讲阿弥陀佛，哎，老兄，我们继续走了，听不见他话了。后来等了大概。五六分钟了，时间大概等了，这个人就跟他讲了，鬼就跟他讲了，你刚才为什么杀我，是用光照我啊，吓我啊，我没有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你的身都发光啊，我就不可以进你啊，你再念下去我怎么可以回家？那么这样了，你这样念佛，我附在你身上都有问题，你现在你念佛你发光，我现在我附到你身体也有问题，不如是这样的，你叫我老婆来到坟前我跟她谈。那么后来这个人就告诉他老婆，你丈夫告诉我这样，现在我带你去坟墓里面，你跟他讲了，后来的这个事情就带他去讲，大家讲好了，他的老婆也不怀疑他了，他的老婆也听到他的丈夫知道这个鬼是真的，真是他丈夫，当然他有方法了，知道他是他的真的丈夫了，那么后来就没有找他麻烦。那么这个伤的人呢，他知道，哇，原来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身体会放光的。那么我不照做生意了，我出家了，他就出家了。后来出了家了，专修念佛法门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是记录在莲池大师的文选里面的。你看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身体就发光了。你还说死的才念阿弥陀佛？你要常常念阿弥陀佛。你不要说我念地藏菩萨他救我，阿弥陀佛，等我死的时候才念吧，那不行啊。因为你现在不念呢，你怎么可以集中精神念？到时你也不知道到时你睡在病床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就乱了。我平常也念观音菩萨，也念地藏菩萨，我也念咒，现在我什么都念啊，南无好了大那多了爷爷啊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观什么都请来了，你就忘了阿弥陀佛了。因为你平时没有受念阿弥陀佛专一的训练，你没有这样这个心念，
这个是代表你对阿弥陀佛还是没有信心呢、啊、你觉得阿弥陀佛不能再借一生救你，你死的时候才可以救你。所以念佛啊，你明天开始啊，每天有多念半个小时阿弥陀佛啊，常的天神守护，菩萨守护，水火焰怨宅刀剑牢狱横死望往生皆蒙不受，你不会横死，鬼也不可以上你身，上你身。但是你说为什么有时我念呢、啊、也没有什么感应呢？因为你不诚心嘛，你要念得很诚心才行啊。你泛泛然的讲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就不诚心不可以，你要诚心才行。好像是你在太阳下面，你拿一个放大镜子，你要把这个光都集中在一点，你下面的烧出来烧火了，你东念西念不行的。如果是你到 Alberta 去，你转井，转那个石油的井，你这个井转一转，那个井转一转，转十几个井，你找到石油吗？你一转一个井，有那个信心就转下去，你就找到了。啊，第六，先所作业，世界消灭，你以前所做的业，因为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可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所以你的罪可以灭了，所杀的冤命比蒙解脱更无值对。第七，夜梦正直，你常常念阿弥陀佛，你晚上做了没有噩梦，你常常念阿弥陀佛没有噩梦啊。如果是你梦，也可能梦中见的阿弥陀佛的圣庙的阿弥陀佛的相貌。心常欢喜，言是光泽，气力充盈，所作之力。如果是常常念阿弥陀佛，你一天念一两个小时的人，你看这个面孔不同的发光的，你知道这个人是常念佛的人，你一看就知道的了。你为什么你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现在手机电话，你发在手机电话 WhatsApp 啊什么，你每天你发了多少时间，你一两个小时，你自己念一个小时佛你都不愿意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可以往生？你可以发两三个小时 WhatsApp Facebook 上网两三个小时，你念半个小时阿弥陀佛都没有的，你这样怎么去信佛啊？你哪有这个信心呢、啊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？你还要想佛菩萨去加持你，你不念名字怎么办呢？你说念咒才有功德，念名字没有功德，谁说的？谁说是念咒？哪一部经说念咒有功德，念佛的名号没有功德？你告诉我啊，哪一部经讲啊？没有嘛。第八、第九，心常欢喜，言是光泽，气力充盈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很吉利，常为一切世间人民恭敬喜欢礼拜。那么九个功德，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前九个功德就是现世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弘扬佛法吗？你把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告诉别人，你这样你的功德就大了。因为为什么我说弘扬佛法、宣传佛法的功德大？因为本来他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你现在告诉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救了他了，你救了他的慧命啊！你不单是救了他的生命，你救了他的慧命。因为如果是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里面学佛啊，他成佛回来，不为安养入娑婆。他回到娑婆世界广度一无量的众生，就是因为你劝他念阿弥陀佛吗？你功德多大？为什么你不用你的时间，不要看电话、谈电话、做其他事情那么多，弘扬佛法啊！要劝人念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法中王，杂念纷飞也无妨。万里浮云蔽百日，人间处处有余光啊！这个意思就是你散乱的念阿弥陀佛，人间也有光的。还有散乱的阿弥陀佛，我这个心不集中，但是我天天的念，我持名念佛，然后我们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这些念，
就好像是日光一样，有黑的浮云把它蔽住，也有余光的，很重要啊。你不但要自己念，还有普告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九个现实的利益。第十呢，第十是临终的时候呢，临终心无不会，正念现前，得见阿弥陀佛，以具圣众，十金莲花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念阿弥陀佛，现生就有利益，将来死得很好啊。如果是你天天念一两个小时，你到临终的时候啊，你不会眠在床上一年呢、啊，你这个气也不断呢、啊，很惨的，很痛苦的。你现在就又开始念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，当你要死亡的时候，心无病苦，没有痛苦，很快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气一断哦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在修行成佛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念佛是很重要。讲了那么多啊，你念不念佛啊？啊，念不念？念的吗？哎，那么我没有白花时间。好的。还告诉你一点，我们的以前的祖师，中国的汉传佛教的祖师，很多很多，以前修禅的、修密的、修律的，到年纪大的时候啊，都改修念佛法门了、啊。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在藏经里面都把他那个例子找出来，我做了一篇文章，全部就是以前的那个高僧大德，他以前是不是修念佛法门的，还可以诽谤念佛法门的，后来就改了，改成念佛了。其中一个今天我讲的，我还要用3分钟的时间讲给你听。其中一个我们学律的人，学律的人有一个是律宗的16祖圆照大师，律师圆照律师，圆照律师是我们南山宗四分律的祖师啊。中国人我们出家的就是我们是根据南山律的，道宣法是南山律里面分出来的。圆照大师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啊，他就发那个大愿，我要研究律宗，我要把律宗好好的研究，我要利益一切众生，我不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自己的，我不要，我是专弘扬律宗。他还说净土不好啊，他说我们不是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叫度着你的世界，你常常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既保其身不对，我们要发大愿留在娑婆世界度众生。这个不是我乱讲的，你看看圆照大师的自传里面就有了，他是亲口讲的，他以前是谤净土法门的，后来他得了这个大病，病得很厉害，他就想了，我这样研究律，我弘扬佛法，为什么我得了一个大病呢？是不是我的道心不够呢？他想来想去，就说，是不是我谤那个念佛法门呢？那么他就在大藏经里面找出来念佛法门的经典，他就被一个论影响他了，他改变了，他又改变又修净土宗了。哪一部论？净土十一论，就是现在我们学的。现在我们要讲的净土十一论是智者天台大师讲的，就是这一部净土十一论就把圆照大师律师的给把它改观了。他也是弘扬律法，他怎么样呢？生眼毗离，死归安阳。生的时候他眼说毗离，毗离就是律了吗？我再生我要演说律，死了我要归安养。那么后来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圆照大师啊，律宗的，还有很多很多，将来一点一点的告诉你，就这样。